我今天打算给大家推荐一个，就是我特别爱用的一个美白淡斑精华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现在是不是看不到我脸上有什么痘印？但是你可以看我前段时间的整个脸，我当时的那颗痘印啊，我真的很像是那种被烟头烫过的感觉，就特别特别的黑又红。我就开始用这个精华，然后就把它涂在有痘印的地方。现在能看到这个地方，它是不是没有很明显的痘印？其实这个比较厉害的地方，就是因为它的成分比较猛，它这里面又有传明酸跟烟酰胺，所以它其实是能帮助我们退红又退黑。所以在我们脸上，比如说留印子，还会有一点点发红的时候，其实你正常用它会消得更快，同时又增加美白的效果。它很像是一个温和版的女鬼。之前有一个品牌出了一个女鬼的精华，那个就超级刺激。它的原理就是让我们像剥了一层皮一样，整个肤色回归到一个很亮的状态。而这一瓶是美白的速度特别快，但是它又比较温和，而且它这里面还加了 0.2 的植物 A 醇。所以如果有一些女生，比如说我又需要用抗老类型的精华，又需要用美白类型的精华，但是你又不知道用什么的时候，它这一瓶就是又抗老又美白，还能淡化痘印。所以我就是每次洗完脸之后爽肤水之后，大概就是用个三泵，然后呢就是全脸加脖子一起用。涂完之后呢，我就直接上面霜。那如果我有局部痘印特别深的地方，我就会在面霜之后再局部点涂，然后就睡觉。完之后它的整个质地就是清爽好吸收，不会很黏腻。如果你是属于之前看过我们种草烟酰胺的它俩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 CP， 就用完之后真的很像磨了皮一样。就爽肤水之后先用它，然后再用美白类型的精华，那个期间你就像是一个白白净净的灯泡，又亮又白。